前面已经把37道品的内容以及它的修行已经全面的介绍完了，那接下来呢，就是接下来要讲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要说明，就是三乘。所谓三乘，其实简单的来说，应该就是指，当然三乘本身是说声闻、缘觉到菩萨。这个三乘这个修行的差别，修行的差别。那这里呢，主要有两个偈颂。那我们看这个偈颂的内容啊，修智差别，云何应知？修智差别，就是修行，智就是对智，修行，对智烦恼的差别。那这个两个偈颂啊，首先第一个偈颂主要是讲的是凡夫，二乘有邪以及二乘无邪的在修行上的差别。我们先看第一个偈颂：有导顺无导，无导有导随，无导无导随是修智差别。那我们看这个长行，这个偈颂里边讲到的就是三种情况，一种是有导顺无导，第二种是无导有导随，第三种是无导无导随，就是有这样的三种类型。那这个三种类型到底怎么来对应，以及它是包含什么意思？我们看这个长行，此修对治略有三种。一，有颠倒顺无颠倒；二，无颠倒有颠倒随；三，无颠倒无颠倒随。三种情况。那这个三种情况呢？第一种，有颠倒顺无颠倒，指的就是一生位。就是在我们这个修行的过程中啊，一生位。什么叫一生位呢？就是见道之前都称为一生，因为他没有证的这个共同的这个法性，所以都称为一生，就是没有证的这种共相的这个法性空性，所以都称为一生。那一生呢，它的生命的基础的立足点是什么呢？是有漏的妄识。它的生命的立足点是有漏的妄识，它的生命还是在这个有漏的系统里边，然后立足于有漏的系统，然后去修行。来修行，所以叫有颠倒顺无颠倒。顺就是顺着这个正法的引导，比如说顺着顺念处37道品的引导，然后走向无颠倒。
走向，这个无颠倒就是无漏，就是无漏的智慧，无漏识，从有漏识到无漏识。那从有漏识无漏识到这个到无漏识，最主要就是他顺着这样的一个就是佛法的引导，顺着佛法就是顺念处三十七道品的这样的一个引导，然后这个走向这个无漏，通往无漏。所以这个是第一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主要指的是一生，指凡夫一生，不是圣者。第二种呢是无颠倒有颠倒谁，无颠倒有颠倒谁，这个指的是声闻尘的有邪，有邪，有所谓有邪就是前三果的圣人，他的这个他的生命的立足点是什么？是无漏，他已经体认到无漏的智慧，他已经体证到无漏的智慧，以这个无漏的智慧作为自己生命的一个基点，基点。但是呢，他的生命中这种有漏的妄识以及有漏的妄识相关的这些烦恼还在，还有这个残余，所以在这个有漏的通过这种无漏的无漏的这个智慧的修行，然后逐步的消除有漏的妄识，逐步的消除有漏的妄识。第三种是无颠倒，无颠倒谁？这个指的是无邪的圣人，无邪圣人，无邪的圣人，他已经彻底的证得。究竟的通达无漏的智慧，同时也彻底的解除有漏的妄识，所以他是无颠倒，无颠倒谁？他的生命里边除了这种无漏的智慧之外，他已经不再有这种有漏的妄识在那里产生作用了，所以叫无颠倒，无颠倒谁？就是整个生命呈现的都是无颠倒。那么在有邪位呢，它还是会有有颠倒的这些妄识还在那里，它还会时常会影响着它，甚至还会产生作用。所以这个三种情况啊，这个所以如是三种修智差别，如次在一生有邪无邪位。这个三种差别主要是指的是第一种就是一生位，就是有颠倒顺无颠倒是一生位。第二种无颠倒有颠倒随，这是有邪位。第三种无颠倒无颠倒随，这个是无邪位。那么下面菩萨二乘所修对治有差别相，云何应之？接下来要解决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讲到这个三十七道品啊，这个是一个这个声闻尘解脱道的一个核心课程，就是整个声闻尘解脱道它的主要的修行的内容，主要就是三十七道品。那这个三十七道品呢，在菩萨道的经典里边啊，这个它也是有的。我们讲到比如说像大智度论也有大量的篇幅在讲关于三十七道品的修行，像一切师地论也有相当的篇幅讲这个三十七道品的修行。那么还有就是所有的这些经典，什么华严经啊、般若经啊、宝积经啊、维摩经啊，
都会讲到这个三十七稻品的这个项目。虽然他没有把它当作是一个核心项目，但是也都会说到。那么这里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同样菩萨也修三十七道品，二乘人也修三十七道品，那他们的这个差别啊究竟在哪里？那我们看这个偈颂，菩萨所修起有所言作意证得殊胜故，与二乘差别。菩萨的修起啊跟二乘人的修行啊主要有三个方面来体现它的差别。第一个从所言上来体现它的差别，第二从作意上来体现它的差别，第三从证的上面来体现它的差别。那我们看这个长行，论曰：声闻独觉以自相续生为境而修对治，菩萨通以自他相续生为境而修对治。就是声闻人他对这个思念住的修行里边啊，有关思念处的观察。我们知道思念住的修行第一个就是思念处，对，思念住的修行。思念处的修行呢，那么作为二乘人声闻独觉啊，他通常是以自相续生，以自己的身体作为观察的对象，然后通过对自己的身体的观察来完成这种破除身见，这个解除这些贪嗔痴。但是菩萨呢，菩萨通以自他身等境而修退止。菩萨呢，他不仅仅要观察自己的身，他不仅要关注自己，他还要关注无量无边的众生，他还要关注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他以菩萨通以自他相续生等为境。这个等为境呢，就是不仅仅观身，他还观一切，就是不仅仅观对自己的身进行观察，同时对身心以外的世界他都把它作为所缘境。所以在菩萨道的修行的过程中，他所建立的境界是非常的广泛，不仅仅是立足于这个身体的观察，就是这个所缘境上他的这种广和狭差别很大，差别很大。这是第一点差别。那第二点呢，声闻独觉以身等境以无常等形象思维而修对治，若诸菩萨以身等境以无所得形象思维而修对治。第二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在见地上的差别，第一个是在所言的境界上的这种上的差别，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对这个所言的境是用什么样的见地去观察，所以用什么样的这个见地去认识。这个是声闻跟菩萨也存在很大的差别。那么声闻独觉以身等境，对于这个身等境，对于这个身少心法的观察，它主要是以无常等形象思维而修对治。它是用无常的见地，无常无我苦，苦无常无我这样的一个见地去思维去观察，通过这个无常苦无常无我的思维和观察，然后来完成这样的一种身见的破除，以及呢我这个贪嗔痴的解除。那我们再看看这个大乘，若诸菩萨以身等境以无所得形象思维而修对治。
我们看菩萨呢，菩萨道啊，大乘啊，他是用空的见地，像这个中观、唯识，尤其是中观、般若，他就是像照见无应皆空。你看，同样是对这个佛法里边呢，有几个在这个修行中有几个重要的内容，比如无应、十二处、十八界、十二缘起、四谛，这个 是修行中它重要的一些观察的内容。那在这个声闻，在声闻的修行里边，基本上就是对这个无应十二处的十八界的观察，它是通过苦空无常无我。那么在大乘里边呢，比如像心经，就是照见无应皆空，度一切苦厄，通过照见无应皆空到一切苦厄。然后到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世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那就通通都是用无，都是用空，用空的这个智慧呀、进行观察，进行观察。通过空呢，最主要是要建立一种无所，要建立无所得的智慧，以无所得的智慧来对治，对治这个身见，对治我执，不仅要对治我执，还要对治法执，不仅要对治烦恼障，还要对治所知障。所以这个菩萨乘呢，在这个对所缘境的这个观察的见地上，以及要对治的障碍上，要比声闻乘它要更不同。这个是第二。第三，声闻独觉修念智等、念住等，但为身等速得离弃。若诸菩萨修念住等，不为身等速得离弃，但为正等无住涅槃。这个是在结果上，在结果上的不同，就是声闻独觉他们修四念住啊，修四念住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涅槃，解脱涅槃，不要为了快速的这个成就解脱涅槃。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确实是声闻解脱道的它的一个它的目标，它的目的就是声闻乘的修行就是为了解脱，个人解脱。但是若诸菩萨修念住等，不为智，不为身等数的离弃，但为正等无住涅槃。那菩萨呢，修四念住，修这个 四念住啊，通过对这个身少心法的观察。那这个观察呢，它不是为的正的无疑涅槃，而是为的正的无住涅槃。无住涅槃就是他虽然通过这样的一个观察，他通达了空性，也能够体证的涅槃，但是他不住涅槃，因为他有这个他有无尽的悲愿，所以他不住涅槃，不住生死，不住涅槃。所以菩萨是要证的无住涅槃，无住涅槃呢，所以他才能够以大悲心，以悲心去利益世间。菩萨以二乘所修对治，由此三言故有差别。菩萨跟二乘的修行，这个是三种差别。所以这个菩萨和二乘的修行，我们同样都可以以这个四念住作为四念住三十一道品作为一个观察这个解脱道修行的一个对象。
就是三十七道品为我们在解脱道的修行上，它设置的构建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框架，开辟了一条这个通往解脱的这个非常直接的这个道路。所以这个道路呢，对于解脱道的修行，我们要想要这个要成就解脱道的修行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框架，这样的一个套路，确实它是非常的非常好，非常直接。就是作为大乘的解脱道的修行呢，事实上呢，它应该也是要建立在这样的一个框架和套路的基础上，这样呢才会让我们这个大乘的这个解脱道的修行啊，它会比较容易着地，比较容易着地，如果缺少这样的一个框架，那么大乘的这样的一种见地以及这种广大的菩萨行啊，就是缺少这样的一个在这个解脱道上的这个落地，如果有困难的话，这个菩萨道的修行啊，它就会也是会变得空洞，变成一种空中楼阁。所以我始终觉得这个三十七道品的这样的一个框架，可以作为大乘解脱道建设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就是我们只要带把这个菩提心带进去，把这个空性的正见带进去，那么三十七道品它就是大乘解脱道修行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核心的内容。那这样呢，我们就能够把这个菩萨道和解脱道非常好的统一起来，非常好的统一起来。那下边最后有个总结，解说：修对治总义者，为开觉修、损减修、云释修、发散修、临近修，为临近见道故；正路修、增胜修、初位修、中位修、后位修、有善修、无善修，就是对以上所说的三十七道品，就是整品的内容，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和归纳，就是这一品所有所说的修行的内容，大体就是归纳为这么多种，归纳为这么多种。我们看一看这个内容，为开觉修，开觉修就是四念住，指的是四念住，因为四念住是可以帮助我们开启觉悟之门，这叫开觉修，开启觉悟之门，你要打开这个觉悟之门。来修十念住，损减修指的是四种正断，四种正断。这个四种正断为什么叫损减修呢？因为它可以损减恶法，止恶行善嘛，转染成净嘛，到转迷为悟嘛，就是损，就是对不善的、对负面的损减，它是在帮助我们成就断德。这叫损减修。第三种云释修，指的是四神足。四神足只要是通过修习禅定，可以成就种种功德，来庄严我们的生命，庄严我们的生命。第四种发散修。发散修指的是五根的修行，五根的修行呢，在这个我们说这个五根就是佛陀为我们开辟的一条通往这个解脱的这个道路，所以五根就是具有增上的力量，对我们的初次解脱的成就
它就有真善的力量，所以叫发善修。第五种临近修，临近指的是武力，这个武力呢就是临近见道，靠近见道。第一六种正路修，正路修就是指的是七觉知，七觉知就是正的通达，根本无分别智。第七种真圣修，真圣修就是八正道，就是八正道。八正道就是它会使这种通过八正道的修行啊，就是使无漏的力量、无漏智慧的力量不断的增强、强大。这是第七种。第八种初位修，其实到这个真圣修，应该这个前面指的就是这个，就是指的是三十七道品。然后接下来这个初位修、中位修、后位修，就是前面所说的，就是有道无道、无道有道、无道无道，这个讲的就是一生有邪无邪，这个他的修行。那么初位修指的就是一生，一生就是初位修。中位修指的就是有邪人。他这个是无道，无道有道随。那后位修指的就是无邪，就是 无邪位的修行。那还有有善修和无善修，就是最后就是提出的关于声闻和菩萨的差别，声闻和菩萨的差别。那这个差别呢，主要是在所言着意正的三个方面的不同。所以声闻人的修行呢，它是属于有善修，菩萨的修行呢是属于无善修。声闻人的修行，你即使证的圆满的涅槃，但是你还不是最究竟的，它只是完成了个人的解脱，只是完成了智慧的成就，还没有完成慈悲的成就，只是完成了解脱，但是还没有对这个觉性的一个圆满的体悟。那菩萨道的修行呢，既能够在智慧上的圆满的成就，也能在慈悲上的圆满的成就，那么他所最终所成就的结果，那就是无上的佛陀。所以声闻呢是属于有善修，菩萨呢，菩萨乘大乘就是属于无善修。那这个这一品的内容啊，基本上是算讲完了。这一品内容我觉得是挺重要的啊，所以大家学完了之后，希望你们呢还要能够多再看一看。包括我们这个讲了之后呢，也会把它做成光盘，大家也可以多听一听。因为我们修行呢，学佛修行啊，解脱，这个解脱啊，解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解脱是三乘佛法的一个核心任务。我们过去呢，总觉得解脱，好像你追求解脱啊，你这个是巧乘，解脱好像只是巧乘修行的事情。菩萨道的修行好像就是我们要成佛，我们要利一切众生，这个口号响的当当，喊的当当响啊，这个很高大上，要成佛，要利一切众生。但是呢，实际上呢，我们自己在修行上，连一个解脱的基础都没有。
也没有在真正的在这个对这个这种惑啊迷惑烦恼的解除上啊，我们还是自己可能还是深陷在迷惑和烦恼之中，没有从迷惑和烦恼中解脱出来。所以呢，想要成佛，想要利益一切众生，自然会显得空洞。想要利益一切众生，这个利益啊，也是非常的有限，非常的有限。所以要重新的认识解脱道，解脱在三乘佛法中的核心地位，非常重要。所以就是声闻，从声闻层来说，解脱就是他的目的，几乎就是他的唯一目的。那从菩萨道来说呢，菩萨道其实就是两条路，他修的就是两大内涵，一个是解脱智慧的成就，一个呢就是这个菩提心菩萨行慈悲的成就。我看所有的这些大善的经论啊，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样的两个这个两条路线来设置的。那么关于这个大乘解脱道，解脱道的修行啊，其实这一块呢，就是它的内容也是非常丰富的，就是我们看到的唯识啊、中观啊，都有大量的篇幅来帮助我们去认识和建立大乘的见地。那么以及这些见地如何转化成就是空性的止观的禅修，这些内容啊，其实在大乘各个宗派的经论里边都非常的多。当然也是可惜，就是在落地上还是有点不足。落地不足呢，原因也还是因为就是这些见地太高，然后止的基础又不足，最后啊就会流于空洞。那大乘的这个菩提心的修行这一块，菩萨行的这一块也有点被弱化，就是主要还是这个就是菩提心的重视不高，对菩提心的重视不高。所以菩萨道的这种精神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开显。所以这个作为大乘菩萨道的修行，这两块都非常重要，这两块都非常重要。一个是解脱道的建设，一个是解脱智慧的成就，一个是利他慈悲的修行。我们就要抓住这个两个途径，两条线路，我们抓住，那么最终我们的修行啊，必然就会导向圆满的佛果。所以这一次讲这个三十七道品的这个内容啊，对大乘解脱道的建设啊，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有意义，非常重要。下面可以有一些时间给大家提问题啊。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四正段里面，这个断恶修善呢，就是好像这个因为善恶它这个范围好像特别宽，就它是不是在这里面还有更加一种狭义的理解呢？还是说就是很宽泛的善恶？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所指？
这个断恶修善嘛，当然这个所有的恶都是要断的，所有的善都要修，这个是确实是这个善啊，从有漏的善到无漏的，佛菩萨的一些功德啊，都是属于善的范围，就是因为精进本身，他所说的这个内容啊，它本身也是贯穿着，从这个资粮位、家行位、见道位、修道位，都贯穿着精进。所以呢，止恶行善啊，这个内容呢，其实它也是可深可浅的。当然我们还讲到，比如转染成净啊，转世成智啊，或者转迷为悟啊，其实都是属于，就是四正情啊，都是属于精进的范畴。所以他不一定说他一定要只在一个某一个法上，因为他本身就不是只在某一个法上，因为他本身就是贯穿着，就是整个修行的过程。对，因为我那个写在下面看这个的时候，也跟有的法师交流过，大概他们有的看也看到一些别的书，大概也谈到说，这个总的来讲，三十七道品都主要是在谈这个止观中间的这个修行的一个过程。那这个时候的这个善恶，他说有的书把它约定在，就是指止观中间出现的非常显著的那个。就是那个恶主要是指就是说好像昏沉和散乱，那这个只是一个部分吧，因为你一开始啊，比如说你要修止观，首先要持戒，你是不是属于要这个，是不是属于这个应该精进的内容，是吧？止观它还有基础嘛，然后还有这个修行的过程中的，比如说对身受心法的这个错误的认知，然后因为这个错误的认知所引发的一系列，比如身见啊，贪嗔痴啊，这个是不是恶？这个是不是你要止的范畴？然后这些如果不断的话，因为三十七道品，你修正知正念也不只是为了修正知正念，修正知正念它本身也还是要，就是要断除所有的这些障碍嘛，轮回中的障碍嘛。这个从见惑到思惑都是他应该断除的，所以三十七道品呢，这个他也不只是说就是一个远离这个止的一些障碍，你还有比如五盖，对吧？这些是不是也都是属于要断除的？你不断除，你连止观都修不起来，因为止观的障碍也不只是一个昏沉掉举，贪啊、嗔啊，这些不是障碍吗？哎，法师，你好，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上节课您谈到正见的时候，有说到这个，就是我们见到的时候哈，这个由根本智通达真如，然后呢，由这个根本智起这个正思维，对这个无常无我进行的思维，导致这个出离跟解脱。那我们在道次第里面呢，也有讲到这个三主要道啊，那谈到了这个出离心、菩提心、空性见。那我这里呢，就产生一个问题，这里谈的这个出离，就是我们上一个谈的这个出离，比如跟这个道次第里面的那个出离心是否会相一致？这个出离呀，这个其实呢，比如说我们讲厌出离心，就是一种厌妄，这个厌妄啊，还是一种世俗的心。就像我们讲菩提心，有世俗菩提心，有圣意菩提心。那出离呢，它也是有这个厌出离心，还有圣意出离心。圣意出离心呢，其实是空性慧。你要证的空性慧的，
你才有真正的出离的能力。否则的话呢，这个你面对这种这个迷惑和烦恼啊，强大的烦恼啊，你是没有力量的。所以他这个说了啊，就是三主要道里边嘛，他最主要还是从这个，首先讲这个出离，他还是先从这个厌出离心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这节课好像谈到这个大乘的空观跟小乘的这个空观的时候，都谈到这个苦空无常哈。那特别是强调一下，这个大乘主要侧重于就对空，用空来这个对峙。那好像他们看一下大小乘，他谈到这个空的时候，他的主要的不同点在哪里？这个《般若经》里边讲啊。这个菩萨所证的空啊，和声闻所证的空啊，它就像毛孔的空和虚空的空一样，因为这个也是跟他所观察的对象，比如说声闻人，他主要是从这种自身的相续来观察，就是观察，然后再体会到空。那菩萨呢？他需要对一切所缘境，需要对一切所缘境进行观察，然后他不仅仅要破除我执，还要破除法执。所以这个对空的这个深入程度啊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对这个。空性的体证的圆满的程度啊，也是不一样的。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普及一切。